其实先用 Word 啦，我觉得用 Word 还蛮方便的，它把不需要的资料先把它移掉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它就原始资料里面的话七个资器，所以待会的话就是要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啊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把它放到我们总共有2栏好了，我们不要这么多栏，2栏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列数不确定，没关系，给它多一点，到时候它反正填完就没有了，就对了。OK 哦。那如果要根据上个礼拜的这个概念的话，其实哦，哎，我们大概上礼拜还记得吧？我们第一个，因为三字经总共三个字啦，所以呢，哎，这个最后一个参数是字数，那三个字我们把它改成七个字，好，因为是律师，所以我就，哎，把它改成这个需要的长度啊，第一个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那我要抓哪一个字？哎，那理论上哦，特别注意哦，我们基本上我上个礼拜的做法是这样，先抓横向的。好，假设呢，这个应该是从第一个字，这应该是第八个字，所以后面的话，实际上啊，第八个字等于是加七的倍数，所以我的概念是用一，反正一定都会有一这个数字的，好，然后基本有一嘛，然后呢，后面的话就是加上什么呢？加上七的倍数，因为后面要加，比如说第一个一定是七一加零，第二个是一加七。好，第三个是一加七的2倍，1加1加7的3倍啊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后面的话呢，你可以怎么乘上七的倍数嘛，哈。然后根据什么呢？其实可以根据上面这个数字哈。那当然第一次不用加七的倍，所以把它减掉，减一。啊，减完之后呢，因为这个要先处理，所以先把它刮胡起来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完成第一项啊，当然你如果向右填满的时候哦，它这个 B1 会变成 C1，变成2，那2减掉1，那不就是什么？本来是1减1零嘛，对哈，然后现在变2减1变1，那1的7的1倍嘛，那当然以此类推啦，如果你还要横向，就会越来越多哈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它按确定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向右填满，哎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先抓第一个字，再抓第八个字。当然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，哦，它会出现错误。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假如这个地方哦，我们刚刚向右填满，那如果向下填满，记得把一给锁起来，不然的话，它上面那个编号它抓不到，所以这个前面一定要加前的符号，按确定，好，然后一样向右，向下，哎，但是哦，问题来，第二个，哎，它有抓到第一个字跟第八个字，但是在下面这个的话呢，它应该理论上再去抓什么呢？抓这个已经14个字嘛，所以再去抓14个字后面变15个字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抓下面这个变14个字的2倍，等于一加上14个字2倍，以此类推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加上那个往下的这个概念的话，那就加上什么？加上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列啊，那这个列的话呢，基本上呢要乘上几倍啊，一样啊，因为这一列不用加上14个字，因为这个是这刚开始不用加十，所以先把它减掉，减一，所以这个一减掉一，那零嘛哈，然后因为每2栏加起来刚好14个字，所以后面就乘上14了，所以要不要加几个14个字？好，那一样呢，待会会向右向下的话呢，特别注意跟着向右的时候呢，这个 A2 的 A 哈，它会变成下一栏变 B，所以记得哦，这个不能动，所以把 A 前面加个前的符号。OK，好，那理论上应该这样就 OK 了，好，那把按确定，然后向右，有没有？再向下点2下，哎，全部就 OK 了，有没有？它就根据我们要的逻辑。乖乖的排列了，所以理论上一直往下应该到60才对，所以等于是哦，那个这个长恨歌的总字数哦，应该是14乘上60吧，应该就是它最后的总字数。好，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哦，请各位试试看哦，这有长恨歌的这个最后公式了哦，记得哦，我自己想出来的规则这样，它是先怎么样？OK。我的想法，其实它因为它是从第一个字开始，所以我前面一嘛，哦，加上呢，后面这个是每次都是七个字，每次都七个字，那到底有几个七个字的位置？所以呢，我就用那个根据上面这个来做成它要抓，所以第一次的话呢，
1嘛，那1的话呢，因为如果你假设1直接乘上7，就是加上变8了，所以我把它减掉之后再乘，1减掉1还是0啊，0乘上7一样是0，所以从第一个字开始。那下一个字就从第8个字开始啊，所以7的倍数。那往下一列的话呢，乘上14，因为横向总共有14个字，那我每往下一个就增加14个字，增加14个。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刚好抓到我要的位置了哦，这其实有点不太好理解啦，不过可能想想看，应该是可以知道说它的逻辑。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，请各位哦想想看，如果2栏 OK 的话哦，那假如我要把它变1栏，1栏好像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，我不要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我只希望什么这个一个就好了，啊这个一个要怎么样刚好。 7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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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理论上应该就直接抓列就可以了。有没有这个啊？所以其实关键应该是一嘛，反正开头一定是第一个字，再加上7的几倍，有没有？所以一加上7的0倍，这个应该是加7的0，然后一直列对。如果可以抓到这个位置的话，那理论上应该长恨歌也可以很快的把它变成同一。 同一栏里面的资料了哦，不然这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哦。所以呢，第一个，请各位先把长恨歌的资料呢，先用 Word 切割成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符号啦，或者是说其他资料，把它放在 A1 里面哦，再利用那个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切割技巧哦，然后把它变2栏，然后再把它变1栏哦。